无听管员讲过唔知影，大金大刚拢会来看吴花，而且拢会走火过来，而且坐足过。伊进前啊，将伊甲吴花的相片拢藏伫个塔位内底，我是不应该是看到遐相片，想起过去伊甲吴花的代志，才坐进遐久。唉，唔知啥物时阵啊！ 伊才会用放下失去无法的痛苦，为思念中赶紧行出来。空虚有一天总是会好的，今麦只会当用时间来弥补这个空虚。你莫想过烦恼啊！我今麦较烦恼的是啊，时间也袂赴弥补大金心内的痛，伊就因为冲动做唔到代志。 张虎啊，甲我讲过啊，伊讲大金好亲像暗中咧调查什么代志，叫阮来推断，伊应该是想要替吴花报仇。目前伊主要目标是李佳明、老爸，甚至连老柯嘛真有可能。我是惊大金啊，伊随时拢会出手，到时阵一步落，真是无甲吴花都想煞。李佳明甲老爸拢遮尔敢巧。 大金那是也对手，我看唔免讲老K啊。大金若是去抓到老K，后果真正是不堪设想的。老K是甚么款的角色，大金嘛唔是唔知啊。所以我今麦较烦恼的是，大金是暗算要用迄条性命去甲伊赔。 安尼是要安怎？即马大金的状况，毋是甲口腔伊就会疼呢？我是有一个想法啦，有我进前的遗嘱，伊是交代将伊的资产交我来保管，啊，毋过这部真济情况起来，我咧考虑，将我的资产全部拢交还予大金啦。因为我想，这应该是目前唯一能予伊振作起来的动力。 只要莫有大金继续被乱想，莫有意志消停，我相信吴花应该嘛会怪罪我违背伊的委婉。我赞成这做法，亲情不是用财产会当交换的。搁再讲，因为这个代志，大金对咱一辈人解，嘛对咱有真侪误会。希望安尼做了后，咱一家伙啊会当永远幸福快乐。 卖阁有遮个误会啊！多谢，伊只是我的想法。即马我感觉幸福其实真简单，只要加用心，真侪代志、真侪问题拢有解决的方式。过去我对有花阁有大金，若是加用一挂心，无得靠，就袂有遮个代志发生啊！ 过去的代志啊，就全部放下袂记啊。只要你愿意随时开始，我相信一切永远拢是会。大姐，你敢会当替我加加一寡？ 我想要问，我爸爸吃，我今伊吃袂饱，安尼我真歹，甲恁爸爸交代。大姐，多谢你哦，你哦好心有好报，多谢哦。爸爸有意啊，你读家是空谷里是无？ 你都阿文生，阿那雄雄有一个囡仔，敢讲恁的爸爸无共一个人啊？当然是共一个爸爸。我一世人，敢爱过一个查甫人，伊是华哥集团的高科委，阮是阿公阿母，这，就是阮爱的结晶。 只是今仔，阮不得已，一定要分开。
所以我一个人照顾爸爸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伊。你确定那个囡仔是你生？啊，那恁你巴肚内的囡仔嘞？你根本都未生啊！当然生了啊！你别看我安尼，那是因为我生完，我的身材还没恢复。等我出去哦，我会好好运动，安尼阮翁才袂气嫌我。你敢知啊？外口有一个歹查某，叫严巧玲，伊直直咧诱拐阮翁，真正足可恶的。不过伊真正是气性，竟然把手中的娃娃当作是真正婴儿。嘿呀，甲恐怖片般拢同款。我看咱也是离较远的啦，啊，若无伊啊，规工咧抱迄个食娃娃，了过几过关，我绝对会惊死啦！等下，恁讲啥？我的囡仔不是真的，伊会哭，会笑，会当食饭，而且伊这么大心，搁……啊，你讲啥？了，我莫甲伊计较。啊，不过袂用的，你是我的宝宝的，我无可能予人欺负你。行啦，进来，怎么个小公话啦？我跟你讲，快！爸爸有意啊，你家己详细看卖啦。你个娃娃吼，嘛是真正是囡仔吼，我扛着奶拢袂卡。天咩，好你啊，假拄假怪，都是嘛。我看你就是要骗饭菜，啊那无就是真正起痟啦。小公伊无伫个头，伊拢搞到安尼。爸爸，好爸爸，你莫哭。爸爸，你免惊，阿妈妈伫遮，我袂保护你哦，你乖，我绝对袂让人欺负你。我跟你讲，无人会当欺负阮爸爸。你拄则讲啥？你讲我是痟的，我毋是痟的。你若是继续讲我是痟的，我就甲阮爸讲。我跟你讲，阮爸是金星集团的臭鬼山。无人敢不尊重伊，无，恁去看卖。你若是继续欺负阮母阿囝，阮爸绝对袂放你耍。哎呦，我好怕怕哦。若是恁爸爸这恁敖吼，啊你过去吼，叫伊来带你出去，啊无搁较紧。嘿咩，恁爸是大人物了，阮爸就是总统啦。这就过分嘞，你这两个人。长官，爸爸有意哦，等下闭关闭关，害阮先生压力足大，你知无？伊根本无适合住伫遮，应该去精神病院啦。爸爸，你别惊，你别惊，妈妈在家，妈妈保护你。小丽，小丽，你胃骨都不爽快啊？药我吃袂啦。有啦，啊，可能是拄食尔，所以还袂开始作用啊。小丽，那我倒一个啦，我提一包舒痕精油。好，来。小丽，来。闺蜜，无你应该穿起来，好烫哦！我去床上，还叫小爷。
小公母不是什么土地公王子，我是大宰星。你刚走了，受到汉姐接我，甚至有真侪人笑是咱娘公主。当初你无选择跟我做伙，你嘛袂吃汉姐苦。大哥，你莫安尼讲，我伫相信讲，两个注定要做伙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最后一定会做伙。就算讲哦，有人提早甲我提起，讲我若是可以予高克威，就会一直发生灾劫，我赶快袂改变我的选择。而且天公伯啊，予咱遮尔侪考验，唔若无予我感觉惊吓，颠倒是坚定，要甲你牵手一世人的决心。你看，经过这摆代志了后，咱两个人毋是变甲搁较珍惜，搁较爱对方啊？希望这一切啊，会当光阴过去啊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无迄个心脏，搁听到你发生另外代志啊。只要等王乐乐判刑了后，咱就会当过平静的日子啊。老公，我想要返去咱的花店种花。啊，有闲的时阵吼，我就会当画图，然后替伊生足侪足侪囡仔，做一个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主妇。严小丽，你愿望就完了。是啊，因为高克威就是我的世界啊，啊，我已经有全世界啊，哪还需要其他物件？是讲哦，其实我就烦恼苦丧的。我想伊即马一定感觉足艰苦的，而且伊真后悔，谁那当初无甲王乐乐又转来家度，伊即马就爱接受法律制裁。不管怎，苦涩我接受这结果，伊早就应该有心理准备，有发生这种代志。搁再讲啦。顾尚早就忘了这机会啊，是唔知影珍惜，又惊这种结果，是忘了要家己做起来。我知影啦，即马希望顾尚哦，会当了解，只有王乐乐得到真正的教示，卖阁有机会哦，一错再错，安尼王乐乐才有可能会当反省。这对伊来讲，这是真正的帮助佮疼惜。安怎？胃阁会疼袂？那无替你按摩一下。来。来。讲啦，乐乐小姐啊，唔是干那工作，又冤家是伊啊，伊还阁一直抱着迄个洋娃娃，啊，伫遐咧自言自语，规暝拢无要睏。我是咧烦恼乐乐小姐，伊即摆伫看守所所做的行为，会影响到法官对阿爸的判决。我知影。受伤啊！是不是你来对？无人甲你救，你阿公，我帮你处理。无人还是在欺负，羞愧死你女儿。
百年要烦恼啊！我跟你讲，迄个想要欺负阮外囝人，我已经想你赢啊！无理由，予你全部。